我也不会强迫你，这样吧，你把钱给我，就说这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。你拿了钱走了，我怎么办？荣坤集团这笔钱是打到我公司账上的，我是法人，我没法交代。你放心吧，之后的事情我来安排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会把钱交给你。老杨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真敢这么做。 我就说这件事儿，是你一个人干的。刚才我们的谈话我已经录音了。你录音了？对，我有这个准备。这是录音笔。这样吧，你把钱给我，就说这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。不行，你拿了钱走了，我怎么办？ 荣坤集团这笔钱是打到我公司账上的，我是法人，我没法交代。你放心吧，之后的事情我来安排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会把钱交给你。好，把录音笔给我。不行，你干什么？你干嘛？你别抢！啊！ 阿姨，你冷静一点，阿姨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阿姨，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
死者杨文浩。不可能。夏阳，你最后一次和杨文浩见面是在什么时间？昨天上午11点钟左右吧。你今天和杨文浩通过电话了吗？通过，早上9点多钟吧。今天你们见面了吗？没有。没事吧？夏阳，因为杨文浩的死现在还没有定案，所以呢，近期内你不可以外出。叔叔，你们搞错了，他不是的。你怎么了呀？他不是的，他不是的，他不是的，他不是我丈夫，他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你是他女儿吗？我不是，他女儿在国外念书呢，还没回来。我是他女儿同学，我已经打电话通知他了。阿姨。谁呀、啊？你懂不懂礼貌啊？同意让你拍我了吗？你就拍我。谁让你长得好看呢？删了。为什么要删啊？照片挺漂亮的。这样吧，我请你喝杯咖啡，咱们交个朋友。删了。好啊，删啊删啊，全删了才好呢。喂，这个镜头很难买到的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全都删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样美女我见多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喂，我告诉你，以后别再让我见到你，无聊。跟着前面那辆车。哥，人到了。
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喂，琳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在读书吗？下班回来吃饭的，我去做饭啊。我做饭去了。现在，他也不相信你爸爸已经死了。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，琳琳，不敢跟你说，我怕你难过。设备是我跟他们签订的合同，现在这一千万不翼而飞了，我怎么跟董事会交代呀？一千万呀，这么大一笔资金，这件事啊，我先担着。爸，这样能行吗？有什么不行啊？我是总经理，这件事儿，你妈就是追问下来，一切责任我来承担。你来承担？你能承担得了吗？这点事儿的责任者一定得查。控制这笔资金的运作，他在做什么？啊？严重的失职！杨文浩死了，这笔钱是不是和江海洋有关，我不能确认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江海洋过于精明，是个有问题的人。喝水吧，琳琳。这病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要不然的话，找那个康复医院的卢医生，给他打电话。以前不一直是他给你妈看病的吗？局的人来过一趟，他说让你去一次。杨林，你最后一次和你父亲联系是在什么时候？上周六的早晨，爸爸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情绪很稳定啊，听不出任何异常啊，还说
夏天带着我妈去英国跟我一块过生日啊！你仔细回忆一下，当时你和你父亲都谈了些什么话题呢？都是一些生活上的话题。他说我妈在家里边很好，精神状况也很好，他让我好好念书，要珍惜在国外念书的时间，让我不要记挂家里面的事情。 这是你父亲的遗物，其中有一份遗书，你看看吧。琳琳，爸爸有许多话要对你说，但一时都很难说清。这只能怪爸爸自己糊涂。 导致公司的经济上发生了重大的问题。我爸到底怎么了？你父亲是从荣坤集团的天台上跳下去的，是自杀，已经定案了。不可能，我爸爸绝对不会自杀的，他怎么能自杀呢？节哀顺变吧。 希望你能主动一点，跟我爸爸妈妈把关系缓解一下。怎么缓解？跟我回家一趟。我不去。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消极。你想想，我们之间的感情是有基础的，我们家里人也都知道这一点。 小时候，我们都是孤儿，一起在福利院长大。我是很幸运，八岁的时候就被罗家接来做了他们的养女。可是你也是很幸运的呀。后来我爸妈妈对福利院的捐助，让你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，毕业了又让你进了荣坤集团。海洋，其实我和爸爸都知道。 1000万的责任并不在你身上。我知道，你妈在怀疑我。喂，一会儿给你打过去。你安排吧。海洋，我会找个恰当的时间跟我爸爸妈妈谈我们的婚事。 我希望我们今年就结婚。回来了。哎呦，你海洋，你们来了。董事长，这是给您带了一点保健品，这两瓶酒是给何总带的。哎呀，太客气了。哎，海洋啊，坐坐坐，那我就收下了啊，坐啊。 那我就收下了。啊，明月啊，怎么了？也不回家了，把家都忘了？没有，妈妈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妈，昨晚还梦见你了呢。哎呦，真会说漂亮话，真的。江总监，公司丢失的这1000万，你是有责任的。
杨文浩虽然死了，可这笔钱是一定要追回来的。啊，我会的。我希望尽快有个结果，不要为此事追究什么法律责任。妈，这里是家啊，公司的事还是去公司的说吧。啊。海洋啊，来来来，来喝茶。去过公安局了没？现在，李希的女儿已到了她当年的年龄，他们一家居住在新的长江大桥旁。和许多普通的父亲一样，李希希望将女儿培养成一名舞蹈家。妈，你要不要先睡觉啊？李希就职于重庆市中心的一家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啊？曾被拒下属的广告公司，他的公司看电视啊。哦，我还有点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有空常来坐坐啊。哎，董事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海洋，妈，我送送海洋。做得再好也是白搭，我不会对江海洋有兴趣的，这个人不诚实。你这个人说话呀太偏激了。我看人是很准的。谁看了都没用，明月看中了才行啊。我觉得江海洋在利用我们明月。哎呀，我真弄不明白你到底担心什么呀。荣坤集团最大的股东是你，董事长又是你，日后的继承人自然是罗征，他江海洋不过是个打工的，怎么可能去侵吞你的家业？你别说了，事物的发展和想象的总是不一样。是的，我是有很多的担心。你这种担心都是多余的，
妈，如果您真有这种担心，我和海洋都可以离开公司。去了吗？去了。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我爸爸是自杀。自杀？不可能啊！他们说我爸爸是从28层的高楼自己跳下去的。18层吗？是啊，28层，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？你是不是也不相信我爸爸是自杀的？绝对不可能，杨叔叔没有理由这么去做呀。我告诉你，打死我也不信我爸爸是自杀的。哎，好，玲玲，你别胡想了啊，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累了吧，赶紧歇着吧。我没有胡思乱想，我也没有胡说八道。我知道，照顾你妈呢。我走了，我走了啊。妈，我烦死了。把这个带上。刚才有人跟踪我，你忘了？你别担心我了，我练过跆拳道的。轻点啊！到了给我打个电话。门锁好。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害死阿强？你出卖了。董事长一贯看我不顺眼，这回算是让他抓着把柄了。不有我在吗？就这些，残缺不全，实在弄不出个所以然。笑话。
办公安吗？正好跟他们学。妈，你别动爸爸手机，来给我。我为什么要给你？这是爸爸的手机，我不能给你的。我每天都帮他充电，每天早上我亲自把这手机送到他手上，他上班的时候还给我打电话。我不给你，我不给你。妈，我就是不给你，不给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今天这么晚了还没有回来啊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因为他忘带手机了。啊，所以我要帮你把这个手机给爸爸送过去，不然这么晚了，他联系不上我们会很着急的。对对，对对对，你说的很对，你要把这手机亲自送到爸爸手上啊。那我去睡了，我睡了，一定啊。罗总，我是杨文浩，关于资金的事我写好了一份材料，现在就要交给你回复。什么呢？嗯，没什么。哦，看上美女了？哪儿有啊，我这满脑子都是一千万的事儿。相信。
是你自己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的，那需要多大的勇气？是什么力量可以把你从这么高的地方推下去？又是什么战胜了你的责任心，战胜了你对我和妈妈的爱，夺走你对美好家庭的眷恋？我和妈妈很爱你，我们有多爱你，就有多离不开你。难道你就忍心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吗？爸爸，我请你慢些走，陪着我，告诉我真相。杨文浩的女儿，我是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三个月前你爸拿着房子做抵押，我们老板给了30万，30万现金，知道吗？现在杨文浩死了，如果你们还不上钱，我们就要收这房子。你敢？你胡说！我胡说。这里有合同，还有公证处的证明，你看仔细了。知道这件事？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这儿多着呢。你刚从国外留学回来，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。什么也不用说了，还钱吧。我连1万块钱都拿不出来，我哪有30万啊？你拿不出钱就赶紧搬。你让我们搬到哪儿去？我跟我妈住哪儿？要不然这样吧，你们给我几天时间，我找到住的地方就搬。就两天，就两天，我求求你了，大哥。不行。你不搬，我帮你搬，给我搬！啊！不要，大哥，别走！啊！住手！干什么？黑社会啊？啊？你想找谁呀你啊？光天化日之下对两个女人耀武扬威的，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事儿，出去说吧。跟你谈，你算老几啊？走。起风的日子，曾经。
起发飞得像航班，总是在相逢的时候诉说彼此